吃球的话就一二三四，这些篮球不要吃掉。队伍后面三位啊，就帮忙吃一下球，稍微看一下。然后如果你想要练习的话，也可以去吃。接着就好了，继续攻吧。法器黄色，互相蓝色，不要分出去。没有月亮，好，你要月亮，我给你月亮，月亮，然后看，打盾哦。等一下，输出啊，你们可以先试着模拟冒险，先让我放心，尽量集中在月亮那一边。月亮，这种黄色圈圈的、啊，要去月亮。嗯，来吃球。今天就是门口把它吃掉，要先习惯，因为冒险吃它会有毒。好，只吃一颗哦，吃两颗容易死。闪黄色伤害区。准备闪地板。对，闪完之后要接陨石。陨石的话就是橘色跟绿色各占三个人。我就一三队吧，一队橘色，三队的话就是绿色。后面三位要萨瓦，我跟猪宝宝，然后迷你仔跟落花，再橘色，三个就可以了。绿色快一点，好，这个，对，帮我跑绿。好啊，我们要往门口跑。好、啊，绿色三角形，蓝色三角形。对，门口，先过紫色，再往后走。Okay. 这边就站着就可以了。这里大，有号角，哎呦，有人放号角了。那再往回打针就可以往前走了，好，可以往前走了。这次吃的球会有毒哦，尽量门口吃掉。不吃，哎，直接跳过。没有，他第三阶段了，现在输出很多了。闪绿色哦，闪绿色。对，门口直接吃掉。然后接下来是一只动摇哦，要稍微看一下。然后动黄圈的就到月亮去，来换的换的换的，对换的，来换边。来解答起来，集中防守。要蓝血的离开网哦。大王往前贴着网哦，让武士可以补到你，因为紫色是有距离的。OK， 谢谢大家了，一针打完就过了。好嘞。对啊。感谢大家。